够意思了啊、哦！刚认识一天就请你吃饭了，这个是72块钱的麻辣香锅，有个典故你知道不？就干一宿呗，6块钱麻辣烫。别这么直接。你不就这样的吗？咱是不是比6块钱麻辣烫强多了？嗯，强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受宠若惊。讲究不？讲究。太讲究了。嗯。奥利给是不是？吃完饭就是该散散，该走走，假装不认识啊、哦，不能整一宿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不亏了吗？你亏了吗？嗯，我亏了。70块钱麻辣烫啊，麻辣香锅啊，不比6块钱强啊？啊？这72块钱。知足吧啊、哦，知足吧，这70块钱要比6块钱，这都他妈半个月量了都，半个月量谁能受了啊？懂不懂？那我明天就走了，我今天晚上得把半个月量都赚回来。那不行，腰受不了。